请人，这回到放学了。对，这怎么？到十点。你看看。这皮。学习回来好了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啊，进去。嘿嘿，你开玩笑呢，疼了那打我嘞，疼。带劲的很，带劲也不是这样的。其实他的脚干净的很，干净净的他的脚，净他自己，净的自己口快嘞。啊、嗯，慢点蹦啊，别踩到倒了，这回可不能。你别动着，俺这倒了，老你爹。找找，别踩倒了啊！小孩几岁了？你几岁了？七岁了。七岁。行了，自己管来洗澡了，你就进了。嗯？看哪一个？看胖子呢？看官说话，他胖子的先不要拔，都才拔没几分钟。他两个一前一后。你得少等片刻吧。爸，等着嘞。等着嘞。你不会给我看那个小孩？你老师怎么不会啊？不会给他爸上。这个牛奶还。